第十五式，左右撇身锤，请看示范。左右撇身锤是左右开拓横进的平分运动，由一个定步开合横立圈，两个活步开合横立圈，和三个撇身开合水平圈组成。撇身锤之意是平起捋进甩发出去，形成平向左右的边弹进、裂弹进。开合横立圈是抓臂运气通冲带，聚气蓄劲合丹田，似弹簧卷绕集蓄气能弹进。撇身平开是气运带脉鼓荡丹田，似弹簧弹开释放气能弹进。第十六式，斩首，请看示范。斩首是以左手领转的绕丹田垂直中心轴的倒转身法反转圈运动，由抓臂转身圈、缠绕翻转圈和斩首震脚组成。抓臂转身圈是向心力旋转的大转圈大身法，气运带冲人都聚丹田；缠绕翻转是旋转离心力的小转圈小身法，气运丹田运带冲，从而形成由大到小、由开展到紧凑、由向心力到离心力的螺旋运动。斩首是向下直砍，震脚是松气震脚，即沉气合劲，弹性斩击。第十七式，翻花舞袖，请看慢动作示范。翻花舞袖属反身固后法，只此一翻身转体圈，借沉气蹬地的大地反作用力和两手翻转的离心力惯性，以及自身积蓄的弹性势能，领身原地腾起向左转体，同时气运人都带冲，换步下落时注意缓冲。第十八式，严守红锤，请看示范。严守红锤是绕丹田垂直中心轴的气转带脉为主的平转运动，如左右折转平圈、腾身转体平圈、反背泡斜平圈、磨盘开合平圈、前后屈伸平开合、螺旋平伸右冲拳。左右折转平圈以产生旋转动能，结合沉气蹬地的大地反作用力，形成螺旋上升的腾身转体。眼手指左手掩护右拳，有四次眼手。一是转体后左手掩合右拳，二是反背靠前左手眼拦，三是磨盘开合左手前推眼臂，
四是螺旋冲拳前左手屈收掩护，红锤指劲起足跟，由右臂红骨发之全面，即锤自心出气出丹，劲起足跟由红发，稍领中随根节催，三节发力螺旋劲。第十九式，飞步拦腰肘。请看慢动作示范。飞步拦腰肘是以退为进法与纵向运动、平转运动相结合的练法。以退为进，一是飞步纵身前的退步独立左冲拳，二是上步拦腰肘的转圈拦手收左步，退中积蓄前进势能。纵向运动包括纵力圈连环炮和飞步纵身，平转运动包括360度纵身转体圈、左拦手平转圈和拦腰肘平转圈。飞步纵身是连续两步前纵，右冲拳与第二步右脚前纵同时同步，纵是平向前纵，即纵放其势，一往无前。转体时绕丹田垂直中心轴转，保持中正稳定。拦腰肘是右横臂屈肘合着腰劲的逆时针平转向前运动，故也称奥挛肘，要求身部肘整体一致，气运带脉，劲起足跟，傲转弹肘。拦指左手转圈节前拦后和左脚上部拦风比腿。第二十式，云手，请看示范。本式云手是面朝南的从东向西、从左向右的横向运动横转圈，两手交替同向运转四个横力圈，右手是顺时针转圈，左手是顺时针转圈，两腿共横行四步，即两次右脚横开步，两次左脚倒插步，圈随步横运，步随圈横行，气运冲脉转带脉，圆活圆满圆到位。混元太极的云手之意，一指拳似行云一般横向转运，二指气似云团一般旋转云集，三指用似拨云一般转圈捋云。第二十一式，高探马，请看示范。
本是为左高探马，高者扬其身，探者伸其臂。练法特点是横竖相交，如动作二，抓臂翻拳提正脚为横变竖；动作三，左脚上步右冲拳为竖变横；动作四，独立推掌高探马为竖变横。掌握四个同步，双拳按发与身到步到同步，右掌翻转与提腿正脚同步，右螺旋冲拳与身到步到收左拳同步，左伸臂推掌与提腿独立屈臂同步。第二十二式云手，请看示范。本式云手是面朝北的，从东向西，从右向左的横向运动横转圈，两手同样交替同向转运四个横力圈，两腿同样横行四步，不同的是两次左脚横开步，两次右脚倒插步。第二十三式高探马，请看示范。本式为右高探马，与前一式左高探马形成相反相成的两仪式，相同点都是屈伸互换横竖相变的向西推掌，不同点前式是双拳按发，本式是转圈合手。前式是转圈翻掌提正脚，本式是乾坤开合横开步，前式是上左步冲右拳，本式是退右步按画引，前式是右腿屈提推左掌，本式是左腿虚力推右掌，前式以抓臂运气为主，本式以缠丝运气为主，前式以刚为主，本式以柔为主。